翻头嘅综合新闻报道，喂，前晚 Cash 演唱会咧，哇，原来都发生咗好多嘢喎，咁样样。咁啊，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是、有姜糖咧就参加咗上前两晚嗰个 Cash 个演唱会啦，咁样样，咁就好开心，因为两晚嘛，第一晚就系以姜糖为主，第二晚就系 Anson Lau 为主啊嘛。咁当然我哋净系会报道姜糖我一日啦，咁样样 Anson Lau 嗰场咧，唔讲啊。费事帮人哋宣传啦。咁呢但係呢就我哋都要仔细睇下姜涛嗰日帮手啊对头场嘅演唱会有咩呢。喂，我哋发现到一样嘢喎。就係呢姜涛原来喺呢个 Crash 嗰个演唱会唱嘅歌呢咦仲多过 Mira 演唱会自己巡回演唱会究竟发生咩事呢，究竟呢一、這个系咪外间嘅人对姜涛都仲好过自己人呢？喺咁啊，同大家慢慢分析，慢慢倾啦。咁开始呢段片之前，请大家赞我呢段片啦，同埋留个言咧，一个心心，一个笑容，一点都得，同埋咧货金支持咁嘅样。好啦，咁啊，如果大家咧有去咗呢、這个姜涛嘅演唱，即系唔系姜涛演唱会，姜涛参与嘅 Cash 演唱会前晚啦，咁啊就同阿 Eden 一齐去啦。咁啊，佢同 Eden 之间嗰个合作关系咧，光仔喺琴日条片已经同大家分析过啦。咁啊，今日要讲嘅嘢咧就有近排好多姜涛 group 啊，咁啊就睇完呢个 Cash 演唱会咧就有好多嘅意见。究竟有咩意见咧？喂，原来咧佢哋就话啦，发觉一样嘢。佢哋咧覺得咧，喺呢個 Cash 演唱會嗰度咧，即係當然係 Every Chan 啦，不過我簡化咗做姜濤嘅 Cash 演唱會咁。咁啊，發覺咧，喂，原來咧，覺得姜濤咧，佢唱嘅歌同埋嗰個氣氛咧，唔係氣氛，即係嗰個時間咧，係多過 Mira 演唱會啊！咁江仔就覺得，咦，得意喎？點解有啲咁嘅理論？原來就咁樣解釋。佢話咧，成場嘅氣氛咧，有姜濤嘅參與咧，覺得成場咧都係覺得係姜濤嘅 mini concert。當然就有 Eden 粉啦，但係 Eden 已經係即係我之前都分析過，已經係叫做不成氣候啦嘛，係咪？有啲位亦都係講緊，呢、這個唔關事啦嘛，係嘛？因為佢日後會唔會又煩，佢自己又好似處一個即係叫做混亂期咁，所以咧基本上咧都係姜濤咧帶領住 Eden 咧嗰晚喺度唱歌啊，咁所以咧就表現得非常之好啦，咁啊姜濤，咁啊跟住姜濤咧就唱歌啦咁樣，咁跟住咧就睇到如痴如醉，咁啊在場嘅姜糖，咁啊亦都好開心啦咁樣，咁啊覺得哇，似乎今次呢個Cash 演唱會真係有姜濤嘅出現咧，即會票價咁啊！呢個票價咧，亦都係講緊咧，完全係反映到呢個活動咧，佢哋嘅即係叫做回本啊！咁啊，跟住有人就比較咯，喂，似乎佢呢、這個叫做呢個演唱會，喂，似乎仲好似表演起上嚟，似乎仲好似多過呢一個Mira演唱會嘅氣氛喎、哦，咁我一睇嗰個歌 list， 喂，其實都係差唔多啫，我自己覺得。但係我諗即係感覺呢樣嘢就好主觀嘅嗰、那個氣氛。喂，講緊一句就係講緊，喂呢個姜濤演唱會係咪？甚至係呢個 Mira 演唱會咁樣一比之下，其實如果講個歌嘅數目差唔多，但係咧。其實呢講個氣氛囉，因為其實台嘅人少啲嘛，你話 Mira 演唱會一年十二個，咁你就算姜濤表演得點樣多同埋即係叫做先聲奪人都好啦，咁但係其實因為多人呢嗰、那個氣氛都唔係好突顯，但係 Cash 演唱會唔同 ,Cash 演唱會呢係講緊即係姜濤係小人嘛，佢得個 Eden Eden 啫嘛，係咪先？咁所以個氣氛咧一定係掌控得好啲，同埋出色啲。雖然咧姜濤佢就同阿 Eden 合唱啊咁樣，但係咧呢、這個咧就即當然網絡上面都有啲人比較，當然比較得好誇張啦。不過我哋都留待下一節再講。咁啊而姜濤即係喺呢個演唱會咧，點解即係受到姜糖咁多嘅支持同埋追捧呢？因為
大家真係實在太掛住姜濤啦，係咪？喺舊年姜濤嘅 solo 演唱會舉行完之後咧，都覺得意猶未盡，即係你依家諗翻起咧，成個過程都覺得，咦，似乎唉仲可以希望欣賞多啲姜濤嘅歌藝啊、台風啊，或者係成晚都可以陪住姜濤。咁大家其實一即係希望就透過呢個 Mira 嘅演唱會咧，可以再尋。即係叫佢咩？尋覓翻姜濤演唱嗰種開心愉快嘅節奏啊，或者心情咁樣。但係即係無奈 Mira 演唱會就因為太多人啦，咁所以即係都好睇，但係問題上就係話唔足夠啦，唔夠啦咁樣。但係都唔緊要，係嘛？咁我哋咧就突然間就發覺，咦 ，Cash 演唱會喎咁樣。嗱，雖然咧嗱，我都同大家講啦 ，Cash 演唱會咧。就佢嗰、那個雖然都係以 Eric Chan 做主打，但係姜濤有做表演啊嘛，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後期買飛係賣得好嘅，咁啊最主要就係姜濤幫手啦，同埋去飛去得多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是、大家要即希望可以一睹姜濤，咁啊亦都冇令到大家失望，所以咧就喺 Cash 演唱會嗰、那個叫做無論喺嗰、那個姜濤嘅評價，甚至演唱會嘅氣氛咧，都做得好好。咁所以引申一樣嘢就話咧，喂，其實咧，如果我係 Mark View， 我係 Mark View 嘅話咧，咦，我就即係諗諗啦，即係會唔會將姜濤嘅個人演唱會提前啦？會唔會喺呢個 Mira 演唱會之後咧，就即刻舉行呢個姜濤個人演唱會啦？咁因為咧，其實咧，上次我哋睇翻咧，佢四場嘅演唱會咧，都逼爆噶嘛，都咪唔夠。即係你如果問我啊，即係我照估計嘅啫，同埋我照手頭上嘅數據分析咧，如果姜濤咧開十場咧，其實我覺得都可以買到飛，應該係冇任何難度啦。如果開十場，喂，咁所以呢樣嘢就真係要好好睇，即係呢、這個即係佢公司嘅決定咯，即係話，即係老實講，佢公司都係諗住即係賺錢嘅啫。老實講係嘛，賺錢係賺錢好應該咁樣，但係你賺錢得嚟，你都諗下邊啲人可以幫你賺到錢啦。喂，唔通真係即係我啱啱嗱，我啱啱睇翻啲數據成績啦，係嘛？今年年初係嘛？呢、這個 Mira 係嘛？下言出咗呢一個歌之後咧。咁似乎個點擊量咧就一直偏低，係嘛？你始終上言同下言咧就真係即係好清晰嘅，即係好清晰，即係我個效果啊，我個點擊係好清晰的。你始終都係上言，甚至係講緊姜濤先可以為你帶來一個保證嘅點擊量。咁所以根本上就引申到演唱會，係嘛？佢哋都識嘅，啊，佢哋都識嘅。喂，你演唱會講緊你即係你要有一個保證。賣錢咧就都係嗰幾個噶啦，咁特別係以姜濤最賣錢啦，係咪啊？喂，你基本上姜濤演唱會你賣，即係叫做點講啊？你有舉辦啊，即係你舉辦一啲演唱會係for姜濤嘅話咧，喂，基本上咧就冇甩拖噶啦，啊，一定好多人買啦，啊，甚至係講緊你就算我講緊啊，今次 cash 呢個咁嘅。Eric Chan 演唱會咧，喂，你講緊其實個份量其實差唔多啫嘛。喂，但係啲人都覺得好睇過Mira 嘅巡迴演唱會，因為點解？因為大家都係睇一樣嘢啫嘛，係咪？大家都睇姜濤啫嘛。你甚至係講緊你Mira 演唱會係嘛？喺即係世界各地，即係譬如去到倫敦咁樣，咁你問一下啲人係嘛？即係問一下啲入場嗰啲人咪？大多數都係姜糖，係咪先？你其他鏡粉唔係冇，但係個份額就一定冇姜糖咁多嘅。咁所以即係你明知啊，即係老實講，即係我諗佢哋都識計數啦。喂，開十場演唱會肯定好賺過開部戲啦。喂，開部戲你又要搞呢搞咯，又要租嘢啊，我度期啊咁樣。咁你邊度有咁多時間同埋資金去付出啫？咁所以就有好多嘢就講緊
即係如果你為賺錢，就肯定係開演唱會㗎啦。同埋我諗姜濤都樂於開演唱會，即係自己即係初手出身啦，同埋佢覺得唱歌係開心咁樣，所以基本上咧都係我贊同嘅。我贊同咧，姜濤有機會咧可以開多幾場演唱會添，係咪？開多幾場演唱會，同埋你講緊喂咁多姜糖，如果你開演唱會嘅話，喂一定好多人買同埋支持啊，甚至係咪？我講得即係誇張啲講句，喂，如果佢係做一次世界巡迴演唱會，可能就唔好複雜啦，就好似今次 Miu 去邊度唱。就 book 翻我個場啊，咁做一個系列世界巡迴演唱會，我覺得基本上都一樣咁多人買飛，係嘛？你睇翻 Miu 演唱會，即係我自己同我自己觀眾聽眾喺度講，即係佢哋有去睇，即係香港以外嘅一啲嘅演唱會。喂，其實基本上，喂入場嘅大部分都係姜糖，係嘛？你唔係話冇其他鏡反少啲咯？你話嗰個主要成分係邊個啊？咁一定係姜糖，呢個係冇即係點講啊？冇懸念啊，嚇冇懸念嘅咁樣。咁所以我諗大家都係即係大家心知肚明啦。你冇姜糖嘅話，係嘛？你基本上代替唔到佢，係嘛？你有好多嘢都係由姜糖嘅身上攞出嚟啫嘛，係咪先？即係無論嗰啲觀眾啊、姜糖啊，甚至有啲門票活動嗰啲應援咁樣。全部都是姜糖出的，所以你所以呢一件事呢，即個觀感是很重要的，雖然我們看個份額其實差不多，但你的觀感呢一定是覺得咦似乎是姜糖在這個 cash 演唱會還發揮得好，還發揮得多，還有最重要我們自己姜糖看得開心，所以至於日後他的演唱會會提早或者加長呢，那就拭目以待了，是吧？好，咁今次姜濤嘅綜合新聞報導就係咁多，下一節翻嚟我哋繼續。